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恭喜羚羊组合两局直落战胜戏精组合，夺下第二分。首局开局双方六平后，羚羊组合率先拉开比分差距，以11-9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羚羊组合趁胜直接打了一波10-5，以21-14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双方比分互相拉锯是10-10后，羚羊组合以11-10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羚羊组合同样打了一波10-5，以21-15拿下比赛。